好以为过桥面档最出名是食面，其实炸鱿鱼酥和霸王鸡才是正菜。还有这杯消暑解渴的饮品，真是没得弹啊。再去老广靓汤，哇，好多炖汤啊，你看。碗碗都材料十足，饮啖润下先。之后是乐亚半熟蛋糕专门店，啲蛋糕切落流心噶。再嚟就是 J 大大。有成八寸长熱溶芝士熱狗，然后是永年士多。士多是吃什么？原来是吃车仔面、猪肠和流心蛋都有些名气的。最后是叉叉咖啡，它的甜品种类很多，还很有惊喜。在这里探一个下午茶，真是一流啊。